件事的部分，它是真的两件事，是可以拆开穿的。好，对，它里面就是一个这种背心裙，它也是哺乳，是藏在这个蕾丝里面，那也是侧先的哺乳。这个蕾丝竟然有弹性哎、欸，嗯，那你可能肩膀比较肉或者手臂比较肉肉的妈妈，可能就会担心这种会哎、欸、可能会勒住啊，或者甚至直接套不进去。但是这个有弹性，你就不用担心，它是整件都有弹性的，穿到深真的也没有问题，因为它的肚围可以到120，然后胸围的话至少都还可以到108公分。下面这件蕾丝呢，它做了一个小心机。你看它侧边两边都比较长，就直接遮住这边的肉肉、嗯、蕾丝会不会刺刺的呢？完全不会，我给大家近看一下，是那种很细致的，就是插在里面背心裙的颜色，我身上是白色、嗯、然后还有灰色黑色的部分，对，好给大家看一下颜色。